各位接球，这边来找机会，朱豪，这个拉的距离相当远啊，最后投进这个高难度的两分球。虽然说切入之后，对方的一个位置并不是太好的出手点哦，那其实他的后仰跳投还是帮他取得这两分的。嗯，阿敏在外围持球，直接来干上一个三分，第一节的第四颗三分球来了。哦，阿敏为大家示范什么叫无球的一个打法，真的，基本上三个一个三分线出手都是靠自己的动位去寻找到自己三分线的空档。现在林书豪这边鼻子流血，对，是裁判主动叫出一个换人的暂停，必须要把比赛给先停下来。对，看一下是刚刚什么情况，是不是？哇，赛前林妈妈才。